越远有点太猛。这个可能我不知道，你可能比我清楚，因为好像我都没有听说这个。那三年吗？最近，我们心情都还 OK 吗？就跟他的互动。OK， 好，我就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在回复大家，我知道就是最近这些事情，然后在这里我也知道辛苦大家了，然后也不想要麻烦大家，但我觉得我私人跟家庭的事情，没有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，所以在这个社会上面，我觉得好像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被报道。你们有可能复合吗？这刚刚已经说到这个，嗯，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最近状况其实还好，对不对？最近心情没有被这个风波影响，对吗？最近心情我非常好，然后对，还是一样的心情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心情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、开心，对，热爱我的工作。很多人发现你们 IG 上面一些合照啊都不见了，是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下，就是跟就是今天高冠廷相关的问题。谢谢大家。谁？因为粉丝很久没看到你们合体啦，因为以前都很喜欢看你们一起夫妻的合体，对，就是近期都还会在一起去。有机会，我前两天去垦丁有穿美美的高跟鞋。那时候好像没有。就是真的有去垦丁。我有带小朋友去垦丁。嗯。这好像有谈说妈妈很宠爱你，然后让你跟三年有一些争执。我相信就是世界上面的妈妈都一样。然后非常的伟大，妈妈都会，为了孩子，做很多牺牲。那其实，妈妈在对于我，然后还有就是卡蒂亚，还有我们家庭的付出，我是非常的感激，然后我非常爱她。嗯，妈妈也跟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就担心说，如果你跟桑尼都有问题的话，他会觉得不相信爱情，对，你会不会觉得，会影响他们对爱情的期待这样？我可能没办法去，就是帮人家去对回答他们爱情上面的问题。对，那你还相信爱情？我觉得幸福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幸福是自己给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值得拥有自己的幸福。所以现在还幸福吗？非常幸福，我幸福是自己给的。就是老公会带女儿一起回垦丁，是因为就是那是你们夫妻很美好回忆的地方。其实女儿都我一直都会就是带她跟我到处去玩，对对对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。对，所以这次沙琪如果没有跟品牌相关的问题的话，我们要让 DC 往下一个行程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。Bye.